谢伊今仔有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招亲人，阮是伤心来相送。无情首先邀请雅文老师来讲评。玉华老师好，你声音很好听，你的声吼很扎实，然后你的颗粒感我觉得很漂亮。一台语歌来讲，那个感觉就是有个开口，对的吼。你是有天生有迄种开口，啊，你的咬字足硬的，但是伤紧，嗯，哦，有时候太快，为什么呢？我来比喻给你听吼，伤心来修伤伤。你很安尼想，但是你拢是傻啊，心所爱的人，对吧？你拢人，那个咬字音就是很紧，没错，但是很快，好，紧紧都加落呀。那是要看地方，不是讲安尼都唔对，爱看所在。所以哈、哦，你要小心这个点。还有你的唱腔共鸣，你的颗粒是足碎也不对，但是一直都颗粒袂用力，所以要按那唱腔共鸣展现的更顺畅。哦啊，也当讲那个颗粒点是非常自然的，唔是制作出来，嘛别讲安尼足特殊的，一定爱有一个苦腔，那个哭腔哦，那个就是你的唱腔共鸣，你要个练，迄都是基本功夫的一种，所以你的基本功夫也无足在的，还没有很扎实，所以你哪里都扎实，你的歌声很棒哦，未来非常很看好你啊，我非常看好你，玉华。老师好，我觉得你那个三次的那个前两句，就是回家已经到车站，那我的心头渐渐重，你那三次都唱得好好听哦，谢谢，就是很感动，就是啊，你一开口我就哇，那个画面就直接拉到那个乐台上面了、哦、但是后面的两句就又有一点点你自己不知道不确定还是怎么样，你就是。低音会有 有一点点挑战、嗯、对不对 对然后一到了副歌的时候你又有一点点怕怕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抖抖的、哦、所以其实你唱歌是可以好听的谢谢、哦、但是有一些地方也许、更有自信一点然后也许再多练习一些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好好那今天、okay、今天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啊、谢谢、哦、谢谢老师